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安播足球快讯。据意大利天空体育的报道，祖云达斯中场拉比奥特想去英超发展，但取决于收到的报价。天空体育说，拉比奥特是否将与祖云达斯做约，取决于他自己的决定。是的，而且我们认为拉比奥特的计划里面，他迟早都会去英超效力。拉比奥特可能会改变主意，因为他在祖云达斯过得很好，阿雷力亦都好器重佢，但亦都取决于系咪收到嚟自英超球队嘅丰厚报价。如果冇收到英超豪门嘅丰厚报价，咁样拉比奥特可能就会留喺祖云达斯，并且加入到斑马军团充满雄心嘅计划入面。当然，续约与否都系取决于佢嘅经济条件。好波唔等人，即刻下载 M 直播，收睇精彩足球、篮球嘅赛事。